来。啊，这边我压着，啊，那边无压着，无紧，等下雷军啊，第一台卡，跟你翕相，好大慢照，今仔日找你，要做个找衫。这些拢你懂就对啦。什么？啊？不是啊，这摆不是九点过，今仔不是伫咧啊？啊，伫咧啊。嘿啊，啊，我照。过年过年啊，警察也袂来咧啊。我叫拢。今仔日在做较唔系话紧嘛？过年咧。大家非常的欢喜啊，因为我就讲徛伫面上，大家看对哦。所以人家台下有大家面对面，让你看较清楚。比电视较水哦。啥嘛当然啊，因为恁家电视拢歹去啊。哈以前的电视吼，拢较细台，对啊。看起来吼，啊，用迄种迄较远看起来，大家拢散散来较好看。真的。现在电视拢平面。哇，一百寸的、五十寸的拢有啦。对啊，嘿吼，嘿。你的面有几条撩纹，拢迄较正面，就最清楚。所以，当好在咧，即摆科技发达咧，参像即摆玉子啊，啥来看起来拢足少年，拢袂老。因为伊对顶个位，就对迄个巴肚皮，迄个对面皮面皮遮来啊，你知无？因为即摆要拉皮的技术很容易。伊即摆人走，你就安尼讲起啊。对啊，伊走，就是伊走，我才加推，这是伊顶个位去做的代志。为着荧幕上的好看，啊，当然艺人都爱去洗啊个咯，对不？那讲人拢袂老的，都穿情况就好，我真正袂老。哦。因为自细我六岁当兵，七岁徛兵，八岁落兵，九岁了还规身躯当球踢的。你们要像是这样子，像我保持年轻，真的从小就要开始运动，从小要就要开始变。你讲的你听有无？运动。听有啊。七岁徛兵，八岁落兵，你要徛边，你弄边。我六岁开始练功夫，以前我八岁我无咧用镜咯，我拢用笔诶。亲像我若要去国父桥，甲保生大帝参拜，我拢笔去插香，香插菜，我笔去台顶烧金纸。你看早年间咧表演节目活动咧翻跟斗。对哦啦，好厉害哦！所以讲起来，今仔你看来到这个国父桥，咱个保生大帝，国父桥个庙埕祠嘛。因讲咧，咱个国父桥个保生大帝，香火旺盛，真正香信道参拜无离心。咱在国父桥个众生可很热烈无比，无比你大家好寿相传八百年，阖家平安好团圆，事业顺利，大家拢平安顺心，大赚钱啊！你就话要赚钱啊！啊，你就话要赚钱啊！都怪你本身，拜拜拜！姐，你当作你看到你咧做布袋戏，我介绍，啊，你看下都无高兴水啊！你这团咧都只讲伊少年是你少年，我今晚介绍你来闹怪啦！哦，你今晚老师在做布袋戏团，对。啊，讲到布袋戏团，就想到咱咧真正细汉的时阵，我相信在场哦，咱只爸爸妈妈，迄阵电视台不是逐口罩拢有诶嘛。哎。然后咧看老人的时阵哦，一定拢爱讲哇，开始做布袋戏哦，开始做歌戏哦，开始到伊咧表电影，伊啊三日就去占庙埕前啊，就开始咧占位啊。哎。啊，若讲真正，若讲到阮家以前，若讲到阮家三代，哎，啥物事，阮咧祖先啊，因歌戏都是安尼讲，我是伫中戏剧团的。对。有嘞吗？歌戏，迄团我无演。我是讲都无你啦，讲阮。杨千。无。歌戏，我嘛无参加。哎。伊歹势，迄当初我咧要细汉，哎。迄当阵拜托我才去几回，又来放我咧包尿珠啊，好无？什么又来放咧包尿珠啊？是啊，你当作我就老的嘛。是你咧包尿珠啊？是我啦。哦，我是你包尿珠啊。你跟我妈妈干杯呢？对啊，啊那邀请去团的时阵，那个时候你们都还小，你们都不知道啊，这大概三四十年前的事情，那是在那个时代啊。珠江诶，都珠江诶。真的。你好想来哪对都珠江诶？哇哦。哦，为着接触都珠江，搞一个艺术馆来对玩家咧。你做啥物？是啥物？我是我当时为着要，搁着你只演艺界拢都八卦，为着要做路做干，你拢去养全规则，我甲你讲，无啦，无啦，我自细汉拍戏，我来你讲，这都真正硬到硬拼出来。啊，所以新闻都袂写的。无啦，以前阮当红三代人，就讲真正，阮老母以前就是歌戏团啦。哎，我参像外口戏咧做歌戏团。哎。阮阿嬷呢？什么团你知无？什么团？歌戏团。嘿，歌戏团，国剧特技团。哦。哇哦。诶，三代做。三代啦，啊那阮老爸王龙啊团。哦。啊那阮阿公，诶，搁较厉害。什么团？到人生的最后一站，伊都爱出马。哦，迄团我知。西宫团啊。哈哈哈。
甲阮社党的同一团的。好，阮到阮到，起来啦，也是倒咧困的拢有啦。啊，你看刚好报第一团无参加哦，啊，咱较慢熟悉。来啦，啊，就是因为有这个渊源啊，所以自细汉的佫就开始演歌戏大汉。啊，你敢真正？你敢知影？你做要做演员之前，你当作一开始就先做女主角啊？你敢知影对啥开始演啊？为基军啊！什么基军啊？对替身呐、啊！为替身哦，啊，唔用倒落去咧做咧。是啊，舞脚底你听过吗？哦，捌。就是武打演员嘛，以前在演武打的时候都要找替身。哎，阵替身的时阵，你叫都是男孩子在替女孩子。哎、欸，那背后看起来拍款又就抽用哎，一定要叫女孩子去替身。对，你刚才那阵叫一个替身来偌济，你知无？偌济。30年前一个替身来8000块。8000块，起码等于30万啊！对，什么30万啊？对吗？哎，薪水也无去啊，都差不多啦。但是一阵8000块就好用诶。对，我唔免。对唔免？你偌济？我800就好。行情怎办？无，为着要减少烟管啊。哦。种烟管啊，你敢知800块靠背啥？你知？我才惊7啊2。7啊2。但是迄阵咧赚足紧诶。出去外口咧变一个好啊，7啊2赚。就是对这个，你讲无潜规则，我也相信。你即摆咧讲有潜规则，我的潜规则，我是说我在拍戏的时候，我是武打起身的，哎，做替身演员哦，是替身演员，没变得到啦。你看长久去做临时演员，一直做背点金，才200块尔，那不要扣嘞。对啊，背点金，等现在才换一个便当。即摆艺术工叫咱卖个嗲嗲，无等下去用差的。哎，等下咱就变替身。而且有你们在这个舞台顶哦，凶啊！对啊，哎，这舞台你们吵起来，你们吵起来，那边麦克东，你们吵起来。你听下头，你莫吵起来。好大力乱，你莫好大力乱。哎，保险大姐讲，带头耍一下先，同意。下来了，真的下来比较好。可以。我叫小麦，我叫小麦。下来真的叫小麦，这样子这样子。保险大姐，我讲你太恐怖了。没有办法，因为我习惯了在表演哦，比较亲近一点。对，这样台上近看远的看不到。你们变矮呀？这边变。你为什么你看这边爬得到啊？我是要变多哟。哎，我对你是变好无？先给你三变了了。先算来，可变变。像像咧拍麻将啊，拍个三更两暝拢无神气。你来讲你习惯讲我听啊。来，阮都买习惯咧。是阮阿姨啦。你阿姨哦，你阿姨是？你阿姨恁公阿姨，迄个招来阿妈拢阿姨啦。招来阿妈拢阿姨啦。迄个小段，你敢知哪里拍麻将？哎呀，家庭主播门清一摸三啦，迄个三段闭出来。哦。三。门清一摸三啦。哎。啊，你小心讲，啊，你袂歹啊，啊，你东国的要东200，哈哈哈，200迄两支嘛爱抽出来。哦。结果老先讲，妈，什么200？老先上我嘛爱抽5趴。哦，拍三回嘞，因为伫咧厝内底拍较贵嘛，啊较贵，因为拢爱食红嘛。哦，原来啊，啊三回就伫三回是要创啥？三回伫咧边啊捧水啦，舒服捧冰冻啦。三回是要创啥？来讲安尼，你是三回我来讲吼，因为伊做乖，我做不。对，但是阮这戏剧有一句话，安怎啥物话？就是讲。小心小段都够厉害，但是三花若无现团卡，小心小段拢袂使吃。哦，对了，原来如此。意思讲三花的意思就是小跳啊，意思。伊是小跳啊，哎。对，啊，所以即个有咧演戏，就较知影讲吼，啥物角色较重要。真的。所以我做不咧演三花。有啦不啦，你面型啊有型啊，哎，有够灰，你啥灰哦？灰吼。哎，你怎哪都袂老哦，就奇怪。你就两当前跟我做伙，你袂记呢？是哦，两当前的，跟那咧六三零八点档的一家人，有没有看一家人？有，现在有在重播啦。有啦。哎，每天晚上的5点到6点，我就是演里面的，你讲的女主角。惠安。会烧未？个女主角，诶，阿姨。开玩笑，那个角色若无我来演袂过去。对啊，第一部就是伊哦，过柜台。哦，你看，我咧过柜台，我讲你过饭桶咧，过柜台，阮家咧卖牛肉面的啦。对。啊，以前在鸟来陪伊食生意，大家有看啦吼。我演过一个，你知吧？恁到咧泡
北哈德比，我真相信你们那个时候应该还蛮小的，对不对？这出戏已经十几年，所以以及出戏 N 太过啊，所以大家都印象的非常深刻。以前恁大家若无看过这出戏，若无亚姐亚姐，就表示恁家无人心。好，有影，因为 N 太过啊，够会介绍，有够久。对啊，至少你看我本高年唱歌，搁赢一个人啊，赢谁呢？叫来骂就好啊。哎、欸，我内底大家拢最好唱歌的彭恰恰、黄西婷，真的哦，对不？才华哦，冰糖仔啊，上你走，冰糖仔啊，上着，什么糖仔啊？电视冰糖仔啊，你是讲电视内底？对对对对，王才华，对，哦，才华，刚刚好唱歌，我就把天后啊，我不得了，无比哦，吼，哇，所以今仔日来个雷军来个咱这个现场，嗯，要唱一个较无同款好无？好，大家拢最好唱歌，我是讲来唱一个啊。步步相传一个对文的先来，那你就来来一首入围。这首文呢叫《甜蜜蜜》，大家都知道。文青呢，很文青的歌，你动作看啊，你想唱《甜蜜蜜》哦？我《甜蜜蜜》唱跟他无同款嘞，我中间跟我穿插歌仔戏。哦，你再加一点 rap。好，为什么歌也无得唱？唱出来台底要哪唱？对，不过我唱舞蹈是无关系，好吧？重点模特，好吧？唔好疼哦，你唔好激动，你唔好看我下首歌，你激动。没啦没啦，这首歌较文明，来把这个小段分享一下。好，来，好来，带来这首《甜蜜蜜》，祝福大家，谢谢，健康又美丽，掌声鼓励。甜蜜蜜，你想的甜蜜蜜，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。数不完的幸福跟啊，还有什么钞票，对不对？数不完的钱，还有数不完的健康，数不完的欢乐，永远呢，这个富贵呢，永远属于你们，好不好？不过呢，要靠自己创造，知不知道？哎，天上不会掉下来的，所以还是要靠自己，你努力去争取啊。对，就像